分享到这轮新闻现场，两岸针对外党的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恶化和提大合，卢委会委托复杂组的影响评估报告今年也公布的，也报告第八讲，唔但恶化对国内的经济会带来负面的影响，会减少47000人就业。党的恶化有可能会增加12500只工作机会，对受影响的产业，报告第八都无讲诶。劳工团体都批评讲，卢委会抢吞太假讲，也好处听错未比缺点过多，三唔讲奈到劳工会受到影响，安尼改唔负责任。卢委会此间委托复杂组的 ECFA 影响评估报告公布的，媒体被指出检测台湾买车 ECFA 对我国经济会带来负面影响，减少47000人就业。国内生产物业 GDP 每月降低0.179%，不过许讲油车会增加极多的就业机会呢。经济部做出来的研究显示，会增加23000到26000，不过劳委会的报告没按乐观，按算会增加10.5万到12.5万呢。行政院总吴敦义说，一个法嘅有内的玫瑰法，有影响速度，不过有内条产业劳工会速度影响，一份报告三无个。确切受影响的产业跟确切受影响的人数，基本上它牵扯到整个谈判的过程，因为谈判本身是一个动态的。强调谈判的通态的劳委会讲，今日因买加添劳工太多的联想老受理，将表示对受到影响的劳工会争取成立劳工协助基金。不过劳工团体批评，一份报告看起来就会被政府基金政策作为报告。劳委会呛老劳工讲，签 X 法好处太过快速，是无负责任的做法。下个新闻综合报道。